头。难呐。没有戏啊，知道吗？有点不想玩玉芬了，想换了。想换冒险侠了。三金不比你三星戒好，那你为啥早点不说呢？我现在锁了，我他妈亏死了。我就没记得有金鳞龙这个玩了。哎，歇着来了。行吧，那接着玉芬儿吧。攒六七八九，赢了十块，正好。再分了又，感觉应该能打赢，问题应该不大。他连胜被我赚了。舒服。传统与变革齐头并进，没有一个人正在连胜。大宝石，没有一个人连胜。这小子升六一块钱没有，连胜被我断了，他也舒服了。这把装备还行，刚夸完装备还行啊，刚夸完啊，我刚夸完装备还行，我是刚刚夸完呢。
你们说我是和骑的还是和夜印呢，还是和日炎呢？夜印直接和赛分得要夜印，行，我信你吧，我来个夜印。哎呀，我这都想要啊，我泰坦，我夜印，日炎有没有都行，骑着。我泰坦夜印骑着饮血剑，这都可以呀。我合个骑着吧，我这个腰带合骑着，我那潘森有重伤，我就不合日炎了。有大剑我们就合骑着，没有大剑我们拿啥呢？我们拿攻速啊。要狩猎还是要装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都行，那你要是都行的话，我想想啊，来个战斗力吧，来个战斗力，加点战斗力。装备我不是很缺，现在这还好。十奥玉捡破烂也行。有点战斗力。磨磨唧唧的，哎，一共选海格斯多少秒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是不得所有人选完我们才能开始打？你很急吗？我就即使选完了，我不他妈也得等着吗？我磨磨唧唧的，我磨叽又能咋的呢？我选完我直接就能开干了。我磨不磨叽，我不也得等别人吗？我快点有啥意义吗？你显摆你手速快呀、啊？夜印确实行啊，确实挺厉害的夜印。大剑能给我不？不给我，我就攻速。攻速不给，我就锁着脚。看来我只有一手魔抗可以拿了。
给个质量。还好我生了。生得好啊，阿林啊。大剑，大剑，完了，一个装备没有，这为啥呀？啊？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为啥一个装备都没有啊？是应该这样的吗？可怎么整？你有八件装备，你看看别人家多少？别人家除去这个跟这个，我看看啊，这家不太好看。第一名好像跟我差不多，第一名也是八件。这就不想了，七玉，猛兽之巢不要，要什么猛兽之巢？你有毛病是吧？要猛兽之巢，我们看你像猛兽。接起来吧。
要什么猛兽之巢？我都没有换型，我换什么？有你拿什么猛兽？这波应该是熄火了。这小子骑个狮子狗。拉尔豹女不是换血，那豹女她也不用啊，那英雄啊，这不打工的吗？魔龙靠近，我决定下边来地，这波我先补大地。我的钱不一定够，玉龙还有一个谁，留一张扇子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正好七，七玉龙。选秀回来，我们直接说哈。要大剑呢，大剑，大剑，大剑很重要。那我总不能拿腰带吧，腰带就算了，装备确实有点少啊。有点慢，我们下边在地，我怕漏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们需要三把大剑，
杀魔抗锁着脚，小刷一下攻速大剑没用，再刷一全套龙爪，这个拿了吧，这个可以了。我改一下站位，正好我差钱。完了，十奥玉没拿上，有点烦。你看，递的快了吧，就容易那啥。头着欢拉尔多一个狂印，啊，有道理，但也没道理。我是不是也给全套给潘森把这个龙爪给十奥玉，差不了太多感觉。招给龙有额外增益，是吗？啊！哎呀，这不给吃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咋整？那也换不了了。你才知道啊，我才知道，我一直没看过，我真才知道。打我这十奥玉打这龙不打掉血是啥意思？那一掏一下掏不死呢？怎么伤害有那么低吗？又开始卡了。好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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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边来个秘术没问题吧？
好卡呀。应该是调什么玩意儿呢，调的有问题。看看啊。蓝 buff 轻雨科技枪，可以吧？嗯，怎么逆天了呢？不给亚索，我没有亚索，我上哪给去啊？没有亚索，硬要给亚索，咱也不知道谁逆天。你们说我是第十奥遇呀，还是升级呢？他已经来一张了，那我来，那我把他递出来吧。他来一张，我就给他递出来吧。操你哥了！哎，这一张花这么多钱啊，哥，我要上九的。我服了。我脑袋麻呀，升了得地呀，我升了得地，我就四块钱，我咋地呀？那直接给我送走了吧。好、啊。
没提升啊，这不行啊，打不过呀。我将扑灭纷争的烈火。哎，你妈了个蛋的，我操了。我应该是死了。太分散了，没有钱呢，太分。钱不够啊。没有提升啊。升九都递出来了，那咋这么能马后炮呢？那升九当时就四块钱，上哪递去啊？我他妈八级七将近70块钱都递不出来的玩意儿，你跟我说升九能递出来，这也太能放屁了。这是什么脑子能想出来的弹幕啊，兄弟。